哎，卷儿，徐老师，卷儿姐，几个月不见，更漂亮了。谁说的？你才是越来越漂亮了呢。哎，对了，这儿怎么这么难找啊？这儿条件是挺差的，不过没办法。可是划时代的易灵通却是在这里诞生的。他就喜欢鼓励人。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哦，见到明涛了吗？刚从他那儿过来。他呀，那边也是忙得四脚朝天的。哎，魏毅，怎么几个月不见，老了这么多啊？啊，我老吗？哎，你别动。看，白头发都有了。那还用说？魏毅呀，为了这个软件，简直把命都扑上去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疯狂的人。好几次我都害怕他昏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子燕，大家伙都是这样的，你别说了。人家不是心疼你吗？林毅，恭喜你啊，终于有女朋友了。得了吧，谁会喜欢我呀？哎，我都看出来了，子妍对你很有意思啊。她就是个小妹妹。算了吧，我都看出来子妍看你的眼神啊，那是只有爱上了对方才会有的。是吗？你们女孩总是神经兮兮的。哥们儿，你得好好珍惜这份感情啊。哎，怎么了？我们的易灵通软件目前的功能太少，我担心以新视窗现在的实力，他们要是进入市场的话，很快就会把我们打垮的，这样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你笑什么呀？像你刚毕业的时候呢，像个小顽童，现在倒好，变成老夫子。真的是挺怀念大学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是啊，哎，不过魏毅，现在正好是我们的用武之时了，振作一些。再说了，新视窗的汉化软件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都是刚刚搞出来的，肯定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雪儿，你一定帮助过梁明涛，对不对？你如果知道新视窗软件的弱点，给我透露一点，我们只要稍作调整，也许就能够赢。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嗨，跟你开玩笑呢。明涛是你的老公，你怎么可能呢？小王虫，你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原来在学校研究的翻译核心程序本来就不完善，所以我才来到北京，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哎，怎么了？跟你在一起，感觉真好。我觉得明涛真是太幸福了。跟你讲啊。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是冷落了子燕，一辈子要后悔的。什么呀？你还当真了？就你不当真。我要是当真了，那还不把人家女孩给耽误了？你这臭小子，就你会耍贫嘴啊！大家看，现在的电脑上绝大多数都是英文软件，还有许多的英文文章、说明书、合同等等。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查字典呢，就会很费时间。但是如果你使用了我们这个软件呢，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来，把这给我一份。哎，我可以试试吗？当然可以啊。啊，好的。来，我们搞的是免费试用活动，大家可以现场试用，了解我们的产品。啊，今天是吗？来，随便看一下。谢谢。这是我们。真神了！哎，你看，太棒了啊！Philip， 我明天到北京。
的。怎么说？老板要亲自督战了。那我们还得加快进度。里边请。好，谢谢。哎呀，徐老师，来了，来晚了，来晚了。哎，坐坐坐坐。林志，哎，你一到北京来就请我们吃饭，把我们闹的倒不好意思了。嗨，应该的。哎，明涛和雪儿怎么没有来啊？明涛的老板明天来，他正忙着，雪儿是没找到。哎，他们两口子真有意思，各忙各的，他们互相也不联系。其实啊，廖明涛说了，林大哥现在是大老板，他高攀不起呀。嗨，不会吧？我就是当上总裁，我们哥们在一块儿，那还是朋友关系嘛。嗨，紫嫣，你又瞎编了吧？瞎编倒没有，他说林大哥是暴发户。林大哥，你可别生气啊。哪儿会呢？这个廖明涛啊，他就是有些自卑感。哎呀，一块毕业的嘛，你说我现在是经理了，他呢还是个程序员。他现在可是办事处主任呢。那也不过如此，你说他心里有点不平衡，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哎呦，先生好，雪儿。哎，明涛呢？哎呀，别提了，我来了两天了，他只见过他一面，还忘了要他的电话了。徐教授呢？林志请他们吃饭去了，找你们两个也没找着。你看我这儿也没有明涛电话，要不然你坐这儿等他们一会儿，好不好？哎啊，你怎么没去啊？明天有堂讲座课，我还得准备准备。吃饭了吗？还没呢。我给你弄去。你结婚了？就是他，徐老师。啊。哎呦，好漂亮的姑娘啊！你看，哎，哎呀，老大，你可真有艳福啊！来看看，林大哥，嗯，这只天鹅怎么就让你给叼上了啊？我说小妹，你这嘴啊，比刀子还快。哎，老大，这位美丽的姑娘来自何方啊？嗨，我表妹。我叔叔的独生女。哎呀，林大哥，那你们不是同？哎，打住打住，我知道你这刀子嘴又要起作用了。我跟你们说啊，其实我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我只不过跟我叔叔同姓而已。那你是乘龙快婿了。你看你们俩，徐老师，其实我并不想结婚，现在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是我叔叔不放心，怕我给跑了。非要让我来北京之前就把事儿给办了，又一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可不是吗？我跟你说啊，我表妹爱我爱的要死啊，非我不嫁呀！啊，真没办法。哎，这是一只可怜的瞎眼天鹅。来来来，吃，把嘴堵上，快快快快快，徐老师，来来来。困在迷魂阵中了，请问
问雪儿妹妹，你有什么高招指点三哥一下？我虽然心有余，权力不足。你身边难道没有高人吗？高人没有，倒是有一个可爱的妹妹，紫嫣。现在还不敢这么说，我只是感受到了被人关心的温暖，这可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三哥，你有救了，高人就在你的身边，他有能力帮助你破阵，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哦。是真的吗？这是我的直觉。什么时候把紫嫣妹妹带来？我还没把她克隆，下一次吧。跟紫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嗨，他们俩在一块儿就嘻嘻哈哈的，跟小孩似的。哎，我这次来一看啊，我觉得魏毅成熟多了，他是个挺有责任心的人。你别看他平常像个小孩，其实感情还挺丰富的。我觉得啊，他们两个应该是很好的一对。嗯。哎，你看，说谁谁就来了。哎，雪儿姐，我来了。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打电话也找不到你？可能啊，我刚好从宾馆出来呢。哎，雪儿姐，今天我们狠狠地宰了林志一顿。哎，对了，徐老师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被林志拉到他住的宾馆去密谋什么事儿了？雪儿说的这个问题啊，你也应该好好的测试一下你的软件。我准备跟廖明涛也说一声，让他也检查一下。徐老师啊，您真是个好老师。可廖明涛是在为洋鬼子卖命啊。这并不是商业秘密，是吧？是在设计程序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啊。徐老师。嗯，古巴的雪茄。哎，你是从哪儿弄到的？啊，是我叔叔，是我岳父送我的。谢谢谢谢。哎，雪儿，你知道，我早就不吸烟了。啊，瞧我这脑子。徐老师，你是最了解我的，我一直把您的困难就当成我自己的困难，所以。我决定由我们公司来做您的代理。你来做？对。不，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也有这个产品呢？那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一块销售嘛。谁的产品好，让用户去选择吧。那这样肯定要影响你们的销售啊。你怎么向你的岳父说明啊？没关系，这个我都想好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新视窗。徐老师。您别怪我说话有倾向性啊，还是两关，最后就剩两关，不行。那我们蔡定科，行，蔡定科，蔡定科，一包剩啊，不行，三包两剩，一包剩，不行。行行，随你随你，蔡定科，蔡定科，你们暗戳你，蔡定科，你赖皮，我赢了，不管不管，去你，哎呀，安乐，我要先玩。哎。魏毅，我也不上网了，嗯，把你做的动画调出来，给雪儿姐看看。那不行，那不行，你敢调啊？我给你急啊！不许调，不许调。急死了吧？别走。哟，怎么了？没事。怎么了，雪儿？有点不舒服。是不是有反应了？徐老师，如果我们不联合，肯定会被新视窗各个击破。我现在考虑的并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要尽快占领这个市场，把新石窗赶出去。上次我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哼，可是却被某些人说别有用心，是阴谋。那个纪晓燕，啊，她开出一个天文数字来逼我就范。徐老师，我个人受点委屈，这并没有什么，可是我不能看着您被一步一步逼入绝境啊。其实，我们对纪总的这种做法呢，也不大理解。您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我刚知道，纪晓燕的表妹就在新石窗，而且是总裁助理。啊？我觉得这样可以。喂，哎，雪儿啊，你怎么才冒出来啊？什么？啊，我马上来。雪儿怎么了？好像是病了。干什么吞吞吐吐的？病的还不赶紧去看一看啊？哎，你别忘了啊，明天上午10点，我要和你去机场接卡尔。好，我知道了。你怀孕了？你肯定吗？嗯，我已经去医院查过了，医生说已经有2个月了。哦。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太突然了。明涛。嗯，这是我们的骨肉，我们有孩子了。我听听。傻瓜，才2个月，哪能听出什么来啊？明涛，我们结婚吧。嗯，只是有点仓促吧。我也知道，可是没办法，要是让我妈知道了我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孩子，他会气疯掉的，云涛，我们应该有个家了。菲利普里怎么了？雪儿怀孕了。那你只能结婚了。真不是。This time I came to Zhongguancun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dvertisement campaign against our rivals. Everybody of us is expected to try his best.We'll have no rest until our Chinese translation king will dominate the market. Philip, do you have any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Tomorrow morning we'll have a meeting with our advertisement partner.蛋、橙子、生菜，绝好的保健食品，你快尝尝。怎么了？不好喝？好喝，好喝。嗯，那你再喝。
真可真是，不好喝就别喝嘛。不是挺好喝的，这不是滋补品吗？别浪费了，就当药喝吧。啊。讨好别人，也不是你这样的。那我陪你玩游戏。你除了玩游戏，你还会玩什么？我家。哎，加油！是啊，过来，叫上！哎呦，再让我来，让我来，加油！又我赢了，来！哎呀，我又赢了，15连胜的。对呀，你今天真是酷毙了。那对于我来说，真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看不出来，你还真有这手。哎，我网中剑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尽管平时疏于练习，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些不入流的只是小菜一碟。怎么了？我没说错话吧？你不是小网虫，你是个挺可爱的人。怎么了？你不喜欢我亲你？不，我是说，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看的。那你为什么亲我？我亲过你吗？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就喜欢那个苏雪儿。别瞎说。在你心里，我永远比不上他。子嫣，爱一个人和喜欢一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你不爱我，你只爱他。子嫣，你别说了。我要说，你既然爱他，当初为什么把他让给别人？魏嫣。你不要以为这是侠义心肠，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难道只是个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吗？子嫣，你别说了好不好？你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你既不敢追求自己的爱，又把别人对你的爱随意扔在一边。真的生气了？谁愿意跟白痴生气啊？我是白痴，我是恋爱白痴，行了吧？听话，别生气了。那你让我消消气。行。只要你消气，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最喜欢吃泡泡糖，给你吃。啊啊啊啊啊！你吃你的泡泡糖，你这个泡泡糖人！你偷吃我！你站住！新日昌的神州浴霸和上海浦东大学的机器翻译系统。经过我对这两张盘的程序反汇编，结论是，他们的基础核心都是一样的。哼，当然基础和程序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搞出来的，当时呢，徐老师给了我们一人一份，廖明涛和雪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开发。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新视窗的神州浴霸和上海浦东大学的机器翻译系统连出的错误都一样。你不觉得这有点太离谱了吗？连错误都一样。对，但通常情况下难以发现。可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不是神州浴霸的设计者抄袭了机器翻译系统，就是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者抄袭了神州浴霸，二者必居其一。林总。原程序的分析报告，我全都拷在这张盘里。嗯，真有你的啊！小菜一碟。拿。这两张长城卡里各有25000，当然，这张
等你让新视窗当众出丑以后，再复命你。林大哥放心，我先走了。尊敬的上海浦东大学电子实验室的领导，我以一个普通电脑爱好者的责任感向你们提出我的怀疑。爸爸，是我，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如果我们能够证实新视窗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那咱们就可以一举打垮他。上周一发在实现网络汉化方面创下了六大技术领先，它表现在全面克服以往汉字翻译是简单的字的堆积模式，既用了智能逻辑印记实现自动动笔显示，提供文件内码转换器等等，一句话，他就像我说汉语一样流利。来源们、考研们，大家好。如果您对我们神州一把翻译软件的功能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大家提问。好，这位先生，请讲。请问软件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乱码吗？这个绝对不可能，您可以到我们的操作台上来试试。有请。我们的电脑里有科技类和新闻类的英文原文，你可以任选一遍。用事先准备好的，我觉得太缺乏说服力。我要做随机试验。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你任选一个英文文件输入进去。那我就来一个最简单的，就一句话。要识别是这个，这也太简单了。对，他大概是想借这个机会向哪个女士表白吧。这位先生很浪漫。看得出来，这位先生很爱我们的软件。愿上帝祝福你，你有这么多的爱。这位先生，你可以下去了。对于这位先生的热忱，我们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特意要赠送他一套神州易霸，送我一套软件，我要两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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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is？ 我儿子吧。Philip，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我调查过了。如果连续输入有三个单词，每个单词不超过四个字母组成的句子，到第44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乱码。怎么它的一个 bug， 居然你一天没发现？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几十万分之一。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可现在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你怎么解释？我认为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们来的。It's very common. These things happen in business.China is just like America. One's interest is gained in the expense of other. But the problem is there is a fault in our product. Can we blame our rival for exploiting our fault? Philip, I don't care what measures you take. Just solve this problem completely.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问题出现了就能解决，就怕发现不了。这到底是谁干的呀？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家伙得意的嘴脸。新闻了，看报、晚报、足球报、南方周末，看电脑新时代，透露中关村特大一男一女在哪了？电脑报、足球报。来啦，宁涛，怎么样？看我有小贝贝的样子可爱吗？来，你来看我给小贝贝买的衣服，我想好了，男的也可以穿，女的也可以穿，怎么样？好看吗？挺好看的。怎么了？你是不是知道我这个软件的弱点？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那天我去找你，本来是想告诉你的，可是看到你那天那么忙。你如果那天告诉我，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明涛，对不起。哎呀，这不是对不起的问题。你想想，那个来捣乱的家伙他是怎么知道的？你还告诉过谁了？这件事情，我只跟魏毅说过。魏毅，那天我看到他很失意的样子，实在是不太忍心，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明涛，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魏毅是我的竞争对手，你不知道吗？我知道。知道你还这么做，你这不是故意让我好看吗？你是不是觉得魏毅比我更重要啊？啊？明涛，你不可以这么说我。我不这么说还怎么说呀？真没想到，是你害了我。害你，明涛，我怎么会害你呢？雪儿，你是不是把我采用浦东大学原程序基因开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没有。没有？那他没有问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我只跟他说，我们遇到了相同的困难。雪。你这么说不等于告诉他我们是采用相同的原程序进行开发的吗？明涛，不会的，魏毅不会是这种人。不会。商场上你死我活的时候就没有兄弟了。你到现在还在替他说话。喂，孔教授啊，你好。哎，你怎么了？没什么。所里有件急事，你马上回来吧。可是孔教授，我的问题还……那个问题先放一放，你尽快回来，越快越好。那好吧，我明天就去订票。就这样子，再见。北一，你太卑鄙了。我怎么了，明涛？你说你怎么了？你心里面在装什么糊涂？廖明涛，你干什么？你们都冷静冷静，到底什么事儿？飞毅，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直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你却在背后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你什么意思啊？雪儿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们的软件有缺陷？说过啊。所以你就可以指使那个流氓给我们去捣乱？什么流氓呀？你说什么呢？飞毅，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抢了你们的代理商。很好，这次咱们扯平了。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廖明涛，你站住！这事儿和魏毅没关系，要怪你就怪我。我早点告诉你就好了。你们用的核心程序本来就有缺陷，这个在学校我就知道。魏毅的设计思路比较先进，他解决了。再说，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你们的原程序，他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软件在什么地方出错呢？雪儿出错的地方，
跟你肯定也不一样，除非你们的原程序是一模一样的。廖明涛，你也太欺负人了！你们白当了四年同学，魏毅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子燕，你就别说了。我要说，我就要说，他就是欺负人嘛。对不起，我刚才被气蒙了。我也一下子被你骂蒙了呢。你也真是个木头人，你就不会说清楚啊？可是雪儿确实跟我说新时装软件有缺陷，我知道她就是想鼓励我一下。哎，我们都坐下。啊。雪儿，跟你说了什么具体的错处吗？没有。他要是知道的话，还不跟明涛说呀？雪儿本来是要告诉我的，但是我那天太忙了。明涛，你们拿出的可是一个成型的商业产品呢，为什么事先不好好的测试呢？我们头就给我三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三个星期，你可真够牛的。那天林志跟我谈代理的事儿，我也提醒过他，虽然我们在商场上都是竞争的对手，我作为你们的老师，我还是应该提醒你们每一个人。林志，明涛，你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我认为这件事是偶然的。我忘不了那个人的眼神，肯定有人在背后指使他。只能是灵智，哥们儿，干得真漂亮。下边我还有个更大的举措，你好好策划一下，看需要多少钱，给我报个预算。当然，你那份也加进去，啊？好，没问题。啊！我已经联系好了媒体，你明天可以跟他们见一下。你看时间来得及吗？应该可以。如果只把演示会上出现的 bug 纠正一下，应该没有问题。那会不会还有别的错？很难说。要是全部查出来，需要很长时间。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下一次的升级版本中解决。要是用户再发现错误怎么办？这种可能微乎其微，谁会没事连打四十几个句子？这事儿是有人针对我来的。是谁？我会把他查出来的。电脑新时代，新时代报，惊人内幕，神州一霸涉嫌盗窃风波了，卖报。时代报，惊人内幕，神州一霸涉嫌盗窃风波了，卖报，卖报。嗯，他一般是早上九点，对，九点离开酒店去新时装办公室。记住，力度搞得大一些。嗯，好。请问卡尔先生，对贵公司盗窃普渡大学原程序一事，您有何解释？你说的我是什么？卡尔先生，请看看我们的报纸。对，是这样。请问卡尔先生，贵公司的廖明涛先生是在您的手下这么做的，对不对？我只知道。听说浦东大学准备打官司，将新时装送上法庭，您对此有什么对策吗？请谈一谈好吗？好，您谈一谈好吗？对不起，不可奉告，不可奉告。来来来，卡尔先生，卡尔先生，这个官司的事，我觉得卡尔先生，下午跟艾达要开个记者招待会，您去吗？我刚刚见了记者，菲利普，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吗？I was suspicious about how you could manage to develop the software in only 3 weeks. I thought it was your friend Wei Yu who helped you, but I didn't imagine it was stolen. Mr. Carr, I didn't steal it. How? 你正好跟记者们解释解释。Philip, 一个是你解释清楚，一个是你递出制止。从现在起，艾达负责办事处的工作。
在卡尔手下工作是不能出半点差错的。可你现在倒好，出了好几个错，居然还能留在这个位置上。有时候我真怀疑，我这么帮你值不值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是吧？我。美国总部的道格拉斯总裁马上就要来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么大的篓子，弄不好我告诉你，连卡尔都过不了关。袁承旭的确是普通大学的。你怎么拿到手的？是雪儿给我的。苏雪儿。一生的爱，只为了你。